焦点焦点。This road is,林园四川，林园四川。One year ago. Wow. This road. This road. 林园市场就是市场，林园市场。对对对，你问他。It's like a flyway in a city. Like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road. 你说那宾馆，民工宾馆吧，挺好嘛。Flyover. Yeah. 那个宾馆我已经找到了。民工宾馆，你叫做星河大酒店。你叫迎风宾馆放假，离我瑜伽馆很近的，走几步就到了。The subway, can go through all the city. 好好好，我在路上，马上就到了。我在成都，北站那边了，差不多了，我接到他了。好，那我就先到瑜伽馆这边了啊。好好好，谢谢了啊。再见。好，谢谢。你刚说今天晚上是一个我的一个朋友菲尔老师给他翻译。介绍过了。听一下他翻译还是可能比较好，他很专业。哇，他这么喜欢拍这里，他感到好兴奋了，是吗？This is for my Indian people. Different from. Yeah, it's very different. 就是他觉得这边跟他的地方不一样。漂亮的，我们这里你看到漂亮的地方吗？他刚才你刚说我自己做了个私教，他怎么说？我还没问你要说你做了一个私教，跟他合作吗？不是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吗？你翻译了吗？说了，已经说了。啊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很好啊，对你来说是一个好机会。就是我就没问他说要不要合作。你跟他说我有两份工作，我并不是靠着瑜伽来挣钱的，我只是爱好这个瑜伽，对着瑜伽事业做出很多贡献，跟他和我好好合作，让他多挣。